天我们很高兴，我们都在云端的晚上的早早会，那我们准备信啊，今天我们要来朝天台，那我们用最短的时间，我们要为各样的事情来祷告，我们也要抗议，我们知道只有上帝，我们靠上帝，靠神的灵，我们能够胜过这个疫情，能胜过这个病毒。我们要相信神仍然在做作为王，他仍然掌权，阿门吗？要感谢神，我们要把握时间，一起来敬拜神，把这交给耶稣，你就来带领我们敬拜，阿门。哈利路亚。你说明天代表你的心情，一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。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，对你未来没有一点信心。亲爱朋友，你是否曾经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，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，能够爱你，赐你力量更新。耶稣能够将一切都更新，耶稣能够击毁你的心情，耶稣能够改变你的曾经，耶稣爱你，耶稣疼你，耶稣能找一个全新的你。你说明天代表你的心情，一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。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，对你未来没有一点信心。亲爱朋友，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，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，能够爱你，赐你力量更新。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，耶稣能够击毁你的心情，耶稣能够改变曾经，耶稣爱你，耶稣疼你，耶稣能找一个全新的你。耶稣能够叫一切更新，耶稣能够击毁你的心情，耶稣能够改变你的曾经，耶稣爱你，耶稣疼你，
耶稣难道一个全新的你，耶稣能够将一切都更新，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情，耶稣能够改变曾经，耶稣爱你，耶稣疼你，耶稣能造一个全新的你，耶稣爱你，耶稣疼你，耶稣能造一个全新的你，耶稣爱你，耶稣疼你，耶稣能造一个全新的你。Amen. Amen.
主啊，带领我们同样的时间，给我们聪明智慧，赐给我们有这个祷告的灵，来为各式各样的事情来祷告。谢谢你，替仆人祷告，我们这才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阿门。感谢主啊，请坐。谢谢。感谢主， Amen。 感谢主，请坐。有没有祷告需要？有没有？我知阿基多米，阿伯见你讲只有讲嘢，你讲下啦。那几多好好啊！我知啦，我知需要重讲，啊，就重讲，可以先按听到来，买那乱啊，几多啊？我知，那个我们需要爱几爱需要不是呢？过年你需要几多？爱几多米？我有时我得爱穿多出，有时得爱穿爱穿爱穿的。有，爱几多米？个有时我买卡少。都爱几多米？我穿上卡少啊！爱几多号你卡穿卡少啊？还是爱好？爱好。爱好啊！了 ，OK， 够够阿妈哦，不是呢。主要，哈利路亚。我 ，Robin， 玲玲，过年的主要。哇，吃好困好无烦恼啊！大人疫情都去坏了，拢个正无物件来祈祷啊，才有平安啊。我想想者，想想者，你来到主的面头前，你啊无物件来祈祷啊，无通真个呀。你唔知你家己正巧，啊无你唔知你家己真个，你唔知上帝落有，伊会做个了一切，伊会做个物件，阿门。继续为牧师祈祷啦，因为咱即个十一月啊祈祷好。十二月的头一礼拜的聚会，然后也进行也尽量好好，无出差错，啊，然后接落来的日子也顺顺行落去，人会恢复是啊。不紧，那咱将个人祈祷先哈，起来有哦，来。祈祷处。厝内面的啊，建立家庭这段时代，处是一个我甲老边是一个使命，也是一个突破改变的。各种一顺利进行之外，唔是一个仪式，而是各家看到使命是看到无相共款的。祈祷这里哈，我的厝家庭家庭之下，够慢咯，师母唔该祈祷来。个为我祈祷啊，我的使命的改变啊，各方面啊，就是讲，会较谦卑啊，较谦卑啊，这个是真爱真正骨力的代志啊，吼。因为本地是真正骄傲的，然后我希望生命趁着改变。还有第二项吼，为我的厝内人祈祷，互因会得救，会信耶稣。OK， 得救。你们有哦，有个人需要吗？我们有哦，无啊 ，OK， 无的人为有的人祈祷啦 ，OK， 咱叫 David 为阿慈祈祷啦，伊就感觉受会完全好起来，可以团建，无过来，然后咱叫Robin 为我知祈祷啊，然后师母为所以玲玲祈祷啦，啊，玲玲为牧师祈祷，咱行一轮先，来咱来讲一个事项。哈利路亚，按照上帝的感动啊。
明达尼哈，哈利路亚，卡拉巴卡苏罗波波波波波波波西，吉安达拉巴巴巴巴巴巴卡苏罗波波波波波波波西，吉安达拉巴巴巴巴卡西，吉安达拉巴巴巴巴巴巴卡苏罗波波波波波西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吉安达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卡苏罗波波波波波波西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主啊，你好啊，我只国家有你主所来听伊祈祷，听伊需要，主来祝福啊，我只可以啊，取得新的工，要决定的特特节谈到的更类啊，次个顶个顶，主可以开一个路。开一个新的路，伊可以谈到有新的工，阮会做到顺顺的，会谈到真济啊，然后可以生命改变，可以健康起来，可以来学习主，我们奉主耶稣名祈祷，阿门。阿门。阿门。哈利路亚，神啊！亲爱主耶稣基督，主啊，无论往这点声，往将无事完全交在你手中，主啊，你来祝福一手头上。所做的事的物件，甲脚所行，尤其是大起十二月六号开始，往个实体聚会时，主如何把书来带领伊，带去每一个各方面个了，一切行通，一切顺利。因为主如你同在，你唔过伫当国当中，伫大起运行，你咪祝福，和大起迄日子是一个真正一个福气，一个开始，以至于你因为你接了，你福气无输，以至于福气主你教会规个。过来，这个是一个好的一个开始，到十二月六号这个实体的聚会，愿你继续一摆过一摆，你会大希望会内面的做工，有牧师更加清楚、真正敏锐在讲圣灵的带领，在讲要按照讲接了你圣灵，甲你同工来同行，一切来会来做来讨论欢喜，会致意内面感谢你，奉耶稣名祈祷，阿门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哈利路亚。主耶稣，我为这玲玲来祷告。主啊，你帮助玲玲还有 Robin 他们这个夫妻，求主你让他们在这个小组里面，他们在他们要寻求你，他们要敬拜你，他们要在小组里面，他们要在这个家庭祭坛里面要高举你的时候，主啊，让他们的生命可以改变，让他们可以越来越像你。主啊，圣灵啊，求你来充满他们，并且让他们越来越跟随主耶稣，越来越像主耶稣。感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 Amen。 主耶稣基督，我把牧师和牧师娘的女儿阿七交托在你手上，主，请你祝福他，带领他，他这个身上的上上下下的病，还是心理里面的任何困扰，主，我们的交托在你手上，因为主你是何等的伟大，何等奇妙的上帝，主，请你用你宝血遮盖我们，遮盖阿奇，让他的这个感冒可以医治，都可以得治疗，主，请带领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得胜之名的，阿们。感谢主。妹妹，我也要鼓励你啊，你在线上的弟弟，你要有什么祷告的事项可以留言，你也可以私下 SMS WhatsApp 我 SMS 我 WeChat 我，我们会把你的事项来祷告，我们看重每一个祷告，因为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们也相信祷告的力量，我们相信神是听祷告的神里面，所以我鼓励你不要因为哎呦麻烦，等下哎呀麻烦到人家，没有，我们祷告，我们看祷告是非常的重要的，如果你需要，你有什么祷告的事项，请你留言，你 post 在那个那个留言在那个直播那个地方，我们就会看到，我们会再为你祷告。 OK，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几样事情，我们来祷告，继续为良心之家祷告，因为我们每个礼拜都有上去，然后灵修的，但是因为我们不能过去，因为他在西南区，暂时就为他们祷告了，他们的操作正常，然后继续的祷告，他们有一辆车，教会的 van 就能够拿下来，我们就能够做很多的事工，很多栽种那个福音车啊，所以为养心之家祷告。
然后为疫情的祷告啊，我们看到，因为我们有 CMCO， 啊，我们没有见的人数减少，但是我们还是要祷告了。我们要相信神，神有神的美好旨意啊，祷告给这个疫情能够啊越来越没有那么严重，然后能够恢复以前那样 ，OK 疫情。那么啊，包佳英，我稍微跟你讲一下，包佳英，我们省交文笔有了，切掉肯定了 ，First Avenue 也签了 ，B Gallery 没有，因为我们觉得改次吧，改次合作。然后工大是我们自己的，还加一个就是 Island Plaza， 所以我们大概有五个地方有这个现阶段呢，我们招揽的有五个地方要去唱 ，OK。那么为我们的自己本堂的那个音乐会祷告啦，12月22号的8点到9点半，一个半小时，在孔达 Auditorium 5楼。那么也为这个叫做我们明年，计划要在周间的崇拜，就 midweek night service 来祷告，周间晚间。的机会来祷告，因为我们要 cater， 我们要帮助那些礼拜天不能来参加聚会，然后他们做服务行业的，他们能够参加这个聚会。我祷告了祷告，想了想，我们可能会定在星期二的8点半到9到10点。哎，祷告我们有敬拜团，祷告我们有，因为礼拜天呢，我们要新的一批的敬拜团起来。讲道的人啊，不要每个礼拜都牧师讲啊，不是啊，所以祷告有分享话语的人，有敬拜，因为他也是组织来的 ，OK， 他是好像礼拜天的组织，有圣餐，有拜饼，有敬拜，有话语造就，所以为这件事情的祷告啊，还有什么吗？漏掉的。大概是这样 ，OK， 好了，谁要为养心之家祷告？谁？我祷告了 ，OK， 谁要为我们现在马来西亚的疫情祷告 ？OK， 师母，那谁要为圣诞包家庭祷告 ？OK， 这边，然后谁要为音乐祷告 ？OK。所以要为 midweek 的 service 祷告，陆阿伟的吗？啊，为这新的 project 啊 ，service 祷告。到我只为我啷个写十几个，然后头一条都变来做回来几多？啊，有啊，感谢主。好嘞，对呀，三都做几少几多？好嘞，对呀。Hallelujah, Karabaka, Shuru, Bobo, Shiki, and Darababa, Shiki, and Darababa. 天父要感谢赞美，这时候我要把我们在马里布劳的养心之家交通的圣手里面，他们在那个 CMCO 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缺乏，求主你帮助他们在操作正常，他们的需要也满足。让他们最主要的是，现在他们需要一辆 van， 求主你帮助他们能够找到一辆 van， 能够再送这个学员去看医生，还是做任何事情都好，比较方便。因为现在他用着的 van 是教会的福音车，主啊，求主，因为这个是一个需要，求主你看顾保守，让我们找到一辆二手的 van， 便宜又能够有能力买的。能够来做事工的，谢谢你听仆人的祷告，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来，所以 next， 那下面，那下面好。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这时候同心合意，为着圣诞慈善音乐会来带到主你的面前，主啊，你的同在，你的恩高大能来临到凡事在。服侍，尤其是在筹备的工作，主啊，在每一个无论是线上的那些 BA system 啊，那些上网的那些 line 都好，主啊，你都一切你都
赐恩赐福保守，让一切都能够进行得很顺利。主，我们也献上筹款的你 也感动人，让人我看到我们的无论是在他的哪一方面的，他们在这个奉献上，主啊，你都来亲自来祝福。主，你的教会，你知道每个事工都是所做的，都为了使人更多人来到主你的面前。你亲自在这个圣诞慈善音乐会，你来借着无论是借着诗歌，借着当晚的，还是整个就是见证的都好，主你亲自的感动人，来让他们来走进你的心意，更是走进教会来认识你。主啊，我们把这个圣诞慈善音乐从头直到末了，尤其从现在筹备的开始都忘了，一切都全然交托你，亲自的来带领你，来走我们前头。感谢赞美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，阿们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帮助我每年甲万来，我爱进入这聚会啊，大普通节的，大滴拜一头拜五里面，主来拜二里面的，主要都好，这里每年接落来是好这里拜二敬拜阿美团的，有新的人好兴起来，有新的广东人，有新的敬拜者。有新的人会行入来，大滴用礼拜几拜啦哩拜啦哩拜，做工无机会来找你的，就你知影讲倒落一个位，一样是倒落一个人是你的囝儿的，是你是咱人是一样的，一样的名已经写伫生命册的主啊，你来带人对来，大滴等他一样有机会来敬拜主。大致拜二日的时，主你来复兴，你来带领，你来看顾保守，你来调节灵魂，已经无对了，无拄着你路的，可以带人对来，行伫你路中，主啊，你关来发关，你圣灵来做工，咁奉主耶稣名祈祷，阿门，感谢主，阿门。开了好，个了人对来这教会就会需要，你要真需要，咱就要对来开了好多人，也好话耶稣是奉耶稣的名，祈祷教会，哎，教另外。感谢主，主耶稣，我为着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疫情来祷告，主啊，求你怜悯，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人，就是被感染，已经去到2000多人一天。主耶稣啊，你帮助我们，求主你让我们马来西亚的疫情可以得到，得到慢慢得到减少，可以很快的干净。没有任何的人被感染，主啊，让这个病毒可以完全的消失在马来西亚里面。主，你帮助马来西亚让这些生命人的命不会因此这样子而消失而死去。主啊，因为很多人是还没有得救的，求主你帮助我们。你怜悯我们，求主让我们可以很快的得看到光明。感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 Amen。 主，我把接下来的报佳音12月22号的报佳音，主，我们的完全交托在手中。主，请你用你宝血遮盖我们，遮盖我们的团队。让我们在这个接下来的报佳音乐组，我们能一起敬拜主你的名，一起荣耀主你的圣名。主，请聆听我们在座每个人的祷告。我这简单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子名的， Amen。 Amen。
弟兄姐妹不要跟你讲，要鼓励你，要跟你分享一下。上帝是美善的，上帝是听祷告的神，上帝是蛮有能力的。早一阵子我不是在 group 里面不记啊，我们已经到一个很从来最低，就是经济最低谷，就是银行交易银行剩下700多块而已。那么感谢主啊，你们也祷告，我也把这个事情给你们，你们也祷告，我也在祷告，我看到神在做工。Amen。怎么说呢？因为早前上个星期有一个吉隆坡的一个弟兄，就联络我是说，上帝感动他，他就给了一个10000块的奉献给我们的教会，3000块给牧师个人的，7000块给教会。因为我已经跟师母说了，12月我们就不拿薪水了。你看我平心静，我不是因为有钱才讲的，我是没有钱的、我们每个月都没有除夕的用到完的，所以我说12月份我不拿薪水了。神是 honor， 神是 honor your faith， 神是因为你的信心而欢喜的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我信心上别怀疑，都凭信心，不是讲我有一笔镭啊，我有一个有入息咧，有收入咧，我甲讲咧话，啊东西，我讲唔要紧啊，凭信心，因为我们知影神老是外神老是上帝开，唔是定级教会开，所以感谢主啦，我们看到上帝供应啊。借10000块入来教堂嘅位，然后3000块和牧师7000块嘅时候，和教会借弟兄安尼安排啊，安尼讲啊，所以感谢主啊，都看无上帝是听基督嘅上帝，上帝唔是搞滚嘅，咪就哎呀不要紧啊，望基督看白，上帝都会每场物件，上帝们去听，每一样的事向你祷告，神都在垂听的，但是他做工不是按照你的时间，他按照他自己的时间，可以听你讲阿门吗？所以这很重要的，我们的心态和我们的态度要很重要的。不是讲哇，想第八根的话呢？哦，我爱了，我马上爱，想为今天达到一，我爱，马上爱一笔单呢，所以笔单未谈掉咯，所以伊又感觉真无爽咯，所以咱对上点想诶？人爱听候摇滑，爱听爱单，为物件未讲无单呢？如好如要紧的物件，如好的物件，如爱单如久，阿门咯。所以感谢主啊，鼓励你，继续祈祷，多去安徽点声，多积极祈祷，继续祈祷。哎，咱白白起来叫。八个人是相互祈祷的。是啊，阿门阿律师，谢谢哥，是叫什么？哦，给那边做一，我送你几多？不要，不要做掉，把这七七做结束。OK， 好，哈利路亚，上麦来了，让拜拜来当心嘛，哈利路亚。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感谢俄罗斯，我们都当心为着师母来向你来祈祷。主啊，求你听啊，师母向你祈祷，因为伊要爱一个生命的改变。主啊，你亲自来塑造一下生命，是国家来，你来，你上啊，你会为你来结果子，以至于伊真正明显的改变。伊又在讲，这一切是大路来的。主啊，你们来。多年的如来纪念伊的厝人，还个后辈得救的，求你主啊，好让会甘心乐意来接受主你的救恩，让一个会接拜教会，也会来领受这个救恩的这个恩典。主啊，将让这个了后辈得救的，个了灵魂们交在你手中，感谢你大洋神父顶下来做工，感谢你奉耶稣名祈祷，阿门。那师母带着他，带你。还要做介绍，然后。OK， 换了啊。你拿。我拿。OK。来，要往做介绍几多啊？主耶稣。耶稣。救主。救主。你听我的几多？我听我的几多？我所有的几多？我所有的几多？救主来做工。救主来做工。救主，你好我人。救主好我人。看到你的。看到路，很贵，很贵。地王的特特叫人辛苦顶，地王的特特叫人辛苦顶。个地王的教堂内面，个地王的教堂内面，个地王的社会内面，个地王的社会内面。
求主祝福大大叫，求主祝福大大叫。多一边的弟兄姊妹，多一边的弟兄姊妹。好啊，人对伊的脚步，好啊，对伊的脚步。平安，平安。好啊，身体健康，好啊，身体健康。只要有精神，只要有精神。来接落来一个礼拜，来接落来一个礼拜。祝福妈妈，祝福妈妈。感谢主耶稣，感谢主耶稣。耶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阿门。弟兄们啊，谢谢你们的出席晚上的祷告会，我们平安散会 ，Thank you， 谢谢大家。阿门。阿门。